stage. So.家里没事吧？啊，没事啊。那怎么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？哎，没有，挺好的。那就好。哎呀，你呀，每次一来，我们家积蓄就玩消失。我看你以后还是少来好，免得我妈那么大年纪还那么折腾。这怎么能行？那我要是想你跟孩子怎么办？ 那就想着，你还是那么霸道，是不是啊，笑笑？六火，帮我把奶粉拿过来。 我叫你名字啊？你刚才喊的是六火，没事儿，真的没事儿。我知道，你心里还深爱着六火。 而刘火呢，也一样深爱着你。你说你都当妈了，怎么还那么傻呀？那个戒指我已经看到了，真的很漂亮。你知道吗？你把它摘下来的时候。 真的非常高兴，我以为我终于有机会可以把你挽回来了，但是我错了，我已经没有机会了，而且那个戒指你戴不戴也都无所谓了，因为它已经深深地刻在了你的心里。 其实一开始我觉得你挺讨厌的，你脾气坏，没有女人味，也不聪明。但后来你一直在找向辉，你一次次找不到，但你一次比一次坚持，不但原谅了向辉，还一直坚守你们的爱情，停在原地等他回来，这很了不起。 那就是你最可爱的地方。我做不到的事，你做到了。你比我勇敢。我们不要再不对的人身上浪费时间了。不要让我们的爱情变得那么廉价。我会开始爱上你，你也应该爱上我。
受我的爱吧，我一生守候，接受我的爱吧。你就当做我做这一切都是为了你，你不说我不会跟人家提，但有一件事你得想清楚，现在我们结婚了，但我们在彼此的心里究竟算什么？在经历最近的事情以后，我发现我快承受不起了。刘皇，我们离婚了。其实我好爱好爱。好爱好爱。仿佛听见好在我的耳边诉说，我们离婚。你问我这样爱你到底值不值得？他那天我看到你泪如雨下的时候，如果有下辈子，我一定会好好爱你的。照亮世界，解答所有的迷惑。你可知道你是我生命的所有？难道这辈子我们注定要错过？只有你，让我一生守候。各界领导的大力支持，下面呢，请出我们的项目领头人安查尔先生和项目合作商上场，大家掌声欢迎。今天我特别高兴，感觉非常的荣幸，有这么多人来参加这个启动仪式，谢谢。经过很艰苦的筹备，我现在宣布，七星级酒店这个项目今天正式起航了。在这里，我衷心的感谢两位我非常看好的年轻人。第一位是站在我旁边的向辉先生，向先生从开始一时不够兢兢业业的默默的工作过，我可以说没有他，今天这个仪式是开不了的。第二位站在我旁边的刘火先生，刘先生是这个项目的总设计师，他的设计得到国内国外专家们的认可，很多人欣赏，我可以肯定这个酒店建成以后会是一个地标性的建筑。谢谢各位，今天是刚刚开始，我希望以后像以前一样合作愉快。好的，各位，我们七星级酒店项目启动仪式现在开始。
生巨大的意义，就是我爱你。